要拍特别的 Then Practice， 噔噔，戴着眼罩，我们要懂得蛮累。我们还有一个 member 还没有来，所以先要等他。事后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的后置镜头脏了，画面都懵了。在热身的小孩，噔噔噔，客厅。干嘛？你觉得你等一下跳到的时候，你会站在原位吗？应该吧。Later。怎么还吃上东西了？这个只顾着吃月饼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快变成骷髅时，然后我们的秀晶来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他终于来了。秀晶，等一下蒙眼的时候，你觉得你会站在哪里？我肯定是在最中间。No， 自己自信。你们靠近我。我们还是开始吧。可以吗？看得到吗？客厅？看不到。就要指纹。噔噔，这蒙眼怪。蒙眼怪。我们现在要开始啦。开始撞人啦。哒哒。摘眼镜喽。不是说你会站在最中间的吗？我肯定是在最中间。No， 自己自信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最后呢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呢，可以 like 我们的 video， 然后还有记得到我们的 Instagram 去 follow 我们。最后，谢谢大家。